诸位长辈，诸位学长，大家早上好。好，我们这个励志格言呢，从心而发，立了志，心心念念，一言一行啊，都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最缺乏的呢，就是清净心呢，慈悲心。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世间啊，他的称号啊，是释迦牟尼佛。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呢是极灭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呢，容易染浊不清净，自私自利比较重啊，就不会为人着想，所以佛连他的称号啊，都是在教育啊，启发我们。我们从这些点滴当中啊，就可以知道呢，圣贤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啊，时时不忘啊，以他的行持啊，来启发众生。包含释迦牟尼佛呢，79岁灭度，连灭度啊都是慈悲啊，因为呢让众生呢知道人生是无常的啊，要珍惜时间呢啊，向善知识学习啊，假如佛陀不灭度啊，众生都觉得说反正还有明天可以学，还有明天可以学，那这样子呢，恭敬精进的心啊就不容易提起来了。其实我们不容易精进啊，都觉得是还有明天呢，就精进不了了。所以我看到我们学长呢有提到呢，他目标啊，自己一天念佛呢16个小时，他行住坐卧、穿衣吃饭，这句佛号啊不令间断，都有这样的决心啊，来老实修行。好，那我们刚刚念励志格言呢。遵圣贤的教诲呢，弘仁爱的大道。其实我们在弘仁爱的大道啊，也是在禀弥陀的悲愿呢。所以效法弥陀呢，不是往生之后才效法，现在就可以效法了。我们这个世间呢，叫娑婆界啊，是很苦的地方了。在最苦的地方呢，能够大慈大悲去利益人呢，这个是难行人行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在3000年前呢示现呢，十方诸佛啊都赞叹了。能于五浊恶世啊行此难事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么难，他能降服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众生根性这么差，他能不疲不厌呢？49年呢，讲经说法，所以十方诸佛都赞叹他，十方诸佛赞叹他呢，这佩服啊，效法他，这么难都做了，我们还有什么借口呢？
啊。所以相同的啊，我们现在在这个面临大灾难的时节因缘当中啊，我们能精进向道啊，我们能一心以真实修行啊，回向化解灾难，那十方佛菩萨呢，也都随喜赞叹加持，也让一切的人啊看到难行能行的风范啊，进而啊受到鼓舞啊，受到鞭策啊。我们看24孝，大顺排在首位啊，啊，他遇到那么难的境界，都能至诚孝敬啊。所以我们炎黄子孙呢，看到大顺的榜样，那还有什么好找借口啊不孝敬父母的呢？哦，好，那有效法孔子弥陀啊，这个仁爱慈悲的大愿呢，那我们也要从啊启发自己的仁慈博爱心啊做起。而仁爱的根呢，在孝悌啊，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那我们接着看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弟子规》的“过犹待，百不逾”啊，这个是对长者的尊重啊，而且呢，缅怀啊，他对我们这一生呢。种种的付出恩德啊，我们都啊放在心上啊，甚至在送他的过程当中啊，自然浮现起来，历历在目啊，感念恩德啊。啊，接着经句讲到呢，长者立，幼勿坐啊，当长辈站着的时候啊，我们不可以自己先坐下。啊，这些句子啊，看起来很平常啊，但是其实都是性德的自然流露。啊，假如长者站着呢，我们坐着都不觉得很奇怪啊，那这个恭敬心呢，这个性德就被障碍住了。啊，所以虽然只是生活的一个细节。都可以勘验出啊，我们的心性呢，跟性德相不相应。哦，所以在修学的路上呢，其实没有小事情，每一件事，每一个动作，都在反映我们的心态。假如我们的心里面觉得啊，这都小事啊，啊，不重要。那其实无形当中啊，我们在面对人事物呢，怠慢的心就会出来了，轻慢的心啊，不平等的心啊，分别的心就会出来了。啊，刚好有个朋友啊说到呢，啊，他跟他的领导啊在商量事情。结果他给领导呢反映一些实际的状况啊，啊，他的领导说了，你讲这些东西啊都是枝末，啊，大家想一想啊，哎，讲枝末好不好？啊，当然凡事呢看根本，啊。但是怎么判断根本有没有出差错啊？那你也得从一言一行当中去判断呢。啊，心行一如啊，他的心有没有出问题，看每一个行为就看得出来了。这一棵树，它的根基牢不牢，健不健康，看它的枝末长得好不好啊。他枝末都要枯萎了，铁定他的根出了问题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好像对这些道理啊，
都好像记在心上了，但是有时候用出来的时候啊，可能都在凸显了事实上我们对这个理并不通达，甚至于是忽略了很多细节啊，不去好好的探讨，不去好好的了解实际情况，就没有耐心了，反而人家在反映这些事情啊，都听不下去了。可能实际的情况反映过来呢，都是在告诉我们呢，人心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下情要上达，都要了解这些实际的情况。好，所以假如这些之末的现象啊，有情况，我们回到根本上看呢，这个根本呢、已经调整了，那没关系，慢慢呢，这些枝末的情况就会改善了，它在继续吸收水分、养分呢，这些情况就改善了。假如从枝末当中判断这个根本现在就是错误的，那就要赶紧调整这个根本的问题了。好，我们现在是很怕拿着道理啊掩饰的实际的问题、实际的状况，那就麻烦了。比方我曾经跟一个单位的领导者交谈的时候呢，他说呢，我都是听师长的话来者不拒，去者不留。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挺有道理啊。但是去者不留没错啊，可是来的人都留不住啊。那他还继续去者不留，不了解那个留不住的原因在哪里。那这一句话就变成他随顺习气，不去解决问题的借口啦。来者不拒是平等慈悲，去者不留是尽心尽力以后不要挂碍，不要攀缘。可是没有尽心尽力了人他没有得到利益，甚至于我们人群当中还有很多是非让他心都安不下来，还造成一些误会了他实在待不下去离开了我们没有护念好他，那是我们的责任呢。结果还说去者不留甚至还挑他毛病，哇，那这个就错得离谱了所以尽心尽力了就是要负责任了，就不是随便了好，那我们在面对这些实际的状况我们的心态要很正确才行了不然这经典都变成我们不面对实际问题的挡箭牌就不妥当了所以我们也反思到自己呢在做领导者的时候道理讲了很多但是自己还不是做得很好其实这个就不是树道了，树道呢是自己先做到了，自然去影响别人了，就正己化人自己没有做到去要求人呢，一般人心比较难接受了所以道理太多了呢，好像很容易拿着一把尺，不知不觉的去衡量别人的错了。衡量别人多了，看自己的功夫就越来越使不上力了功于论人者察己就输了
所以心性的提升呢，不是记很多经句的，是在解行相应啊，心性就会提上去了。因为我们自己去力行的时候才知道呢，要做到一句经句啊，其实并不容易。人就不会苛刻要求别人了。第一个啊，自己在做领导的时候啊，还是理讲的多啊，就要求别人。这个好为人师的习性啊，很容易上来。第二个呢，就是啊，遇到境界的时候啊，还是呢，没有从下属的问题当中啊，体察到自身的不足，或者是团体的不足。这些现象啊，都可以反映出呢，我们领导者在带领他们的过程当中的不足，就好像孩子的问题啊，也在反映父母的教育情况啊，学生的情况呢，也在反映老师的教学啊，都是从这些现象当中啊，才能洞察到问题啊。所以有一句话叫“贤人真罪啊，愚人真理”。哎，这一句话我们之前呢、就有听过了，有贤德之人。团体里发现问题了，他首先是反省啊，自己哪里做的不妥啊，才造成这个结果。愚人主要愚在哪呢？愚在遇到境界的时候啊，提不起经教，还是随顺呢，烦恼习气了。烦恼习气就是都是别人错啊，自己对了。所以这句话呢，五六年前呢、我就听过了，但是反思呢，这一两个礼拜遇到的事情，自己还是先真理啊，自己还是没有真罪了。而且呢，我自己啊，处在高的位置啊，假如不能真正看到自己的问题啊，那对组织的影响啊，就会非常非常大。我现在发现呢，我身边的人，他们所出现的问题都是我造成的。确实啊，越高位的人呢，要越战战兢兢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了。我自己好为人师啊，就看到长期带的讲师啊，也好为人师了。包含你在一些处事当中啊，不够谨慎的地方啊，现在他们也都出现这些现象。所以待人呢、身为君亲师啊，没有侥幸的了。所以卿大夫章，他是一国的重臣呢、他的修养从哪里做起呢？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啊！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啊！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啊！刚好昨天呢，有个同仁呢，跟我讲到呢，他说啊，我之前呢、跟人家谈话。谈着谈着人家不高兴了，就是我的错了。有没有道理？谈着谈着人家不高兴了，就是我的错了。好，那人家一不高兴了，那你就不讲了，是吧？你讲着讲着人家不高兴了，第一个我们自己反思啊，我们的心有没有起情绪了，
假如你没有起情绪，你讲的又是对他很重要的，他一下不高兴了，那你就谏不入岳父谏嘛。可是你讲说，我讲了人家不高兴，以后不要讲了，那这一句话是不是经典？不是呢。啊，你旁边那个人假如很佩服你，说哦，对对对，人家不高兴就不要讲了，那你不就误导他了吗？是啊，我们每一句话理圆不圆融啊？有没有照经典在讲啊？哦，不然很容易几句就出去了。可是身边有很佩服你的人会学呢。真正要利益人呢，这个警觉性要很高啊！啊，一言一行啊，对照经典，甚至连起心动念都要对照经典。因为纵使没有讲出来啊，那个心念也有磁场，敏锐的人可以感觉到我们的心态。哦，比方说昨天下属讲你，给你提意见了，今天你进办公室啊，杀气腾腾，啊，一点笑容都没有，有没有影响到身边的人？有啊。啊，人家提醒领导你今天心情不好。没有啊，我哪有心情不好，我很好啊。哦，甚至于就开始借一些事情会借题发挥就不好了。哇，甚至又甚呢、啊、我最近听到几个真实的个案呢、啊、一个讲课的人呢、啊已经讲了很多年了，人家提醒他了，哎，他隔天呢就给人家耍情绪了。啊，我一听到这里啊，觉得是误了那个人了。哦，没有先好好啊扎德行的根，调伏习气了，太早啊上了讲台啊，现在谁劝他都很难了。哦，所以护念自己啊，护念身边的人真不容易啊。啊，所以自己的修行要步步为营啊，护念身边的人也要稳扎稳打才行了。欲速则不达。啊，好，那我们确实啊，要真实落实每一句啊，得要时时关照啊才行。当然啊，现在我们学了，哦，真罪了，啊，人家一指出我们问题啊，对不起，对不起，是我错了。这个对不起也不能挂在口上了，啊，对不起讲完以后要真改才行了，不然，这个道理啊又落在表象上而已了。假如同样一个问题啊，我们对不起讲了三次讲了五次了，那人家接着还给我们讲吗？人家就不愿意啦，你没诚意咯，这讲话呼应啦，敷衍了嘛。啊，所以法欲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这一句是论语当中啊孔子讲的。人家义正辞严呢、啊，告诉我们的问题所在啊，因为他讲的在理啊，当然我们说是是是，你讲的很对啊，感谢你帮我提醒啊。但接着啊，要改之为贵，要珍惜他人的劝，尤其下属啊，下属要劝领导啊，他是比较有压力的，所以他肯劝呢、啊。你要珍惜他这一份忠心啊。怎么珍惜？改过来。哦。那他很欣慰啊，他更忠实的来反映情况。我们呢、啊、但求无过啊，这个目标啊才能达得到了。训谕之言呢、啊、能无悦乎。
人家一些肯定鼓励我们的话呢，我们听了还是蛮欢喜的。但是义之为贵，这个义啊，就哎，我有这么好吗？哎，其实是大家的力量成就的，不是我自己的力量而已了。哦，甚至于是时时看到别人付出啊，然后呢，检讨自己的不足，自己根本呢心上没有落一个我有付出、我有功的念头。哦，这样才能常保谦卑啊、谨慎的态度。哎，自己觉得有付出、有功劳，自己觉得自己很不容易了，这个心就不知不觉就堕落了，有时候会邀功了，甚至有时候别人没看到我们的功劳，心里就难受了。哦，在春秋时期啊，晋文公在外流浪啊19年了，他有几个大臣陪伴他。其中有一个大臣呢，叫介之推。那19年之后啊，晋文公回到晋国做国君呢，其他的大臣呢，跟着10几年的，都在说啊，啊，我的功劳有多大，都在那里比功劳了。介之推啊，一句话没讲，他离开了。哦，他讲了一段话呢，很值得人省思啊。他说到呢，窃人之财犹为之道，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利乎？窃取别人的钱财啊，叫道的行为了。况且啊，贪上天的功劳，觉得是自己的功劳啊。晋文公能回国啊，那是他祖上的应得庇应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而且他回国的过程当中，可能不知道有多少人民的血汗呢、付出啊，甚至是生命的牺牲，最后才回到国内来。可是回来之后呢，却是几个大臣在那里争功啊，那叫况贪天之功啊，以为己利乎了。啊，其实这个很值得省思啊。比方说我们站在台上啊，我们办3天5天的课程，掌声都给谁啊？台上的人，多少人在出力啊？你看整个生活的安排，食衣住行，哦，众人默默的付出啊，成就了这3、5天的因缘。可是掌声呢，却都大部分是给了这个台上的人。那大家想一想，台上的人危不危险？ Very dangerous， 很危险啊。哎，久而久之的，他觉得啊，大家受益都是我的功劳啦，就完了，就堕落了。所以上台容易，下台难啊，就不懒惰就很难了。所以上位者，台上的人要时时能想到呢，成就一个因缘呢，那是多少人的血汗成就的了。这个时候啊，一个上位者啊，他就更能呵护整个因缘了。不敢因自己的习气啊，而让整个团体受到损害了。而且啊，所有听课的人他能受益啊，难道是台上人的功劳吗？那有他祖德的庇应啊，还有他生生世世所积累的善根啊，就在这个因缘当中啊，他流露出来了。实实在在讲啊，他善根成熟了，没有我们讲啊，也有其他的人会启发他的。所以这个都不能够邀功的啊。那包含这个传统文化啊，08年过年的时候啊，师长到了庐江去啊，第一句话告诉我们，
这不是人做出来的，这是祖宗的保佑，佛菩萨的加持。哇，这个话是讲，是不是讲的太精辟了？啊，为什么？我们自己习气还这么多，自己不能度而能度人者，无有是处啊。可是大众怎么还是受益了？那他的家教啊，还有祖先冥冥当中的加持护佑啊，这种种因素在其中啊，不是我们肉眼所能看到的。而且那些教诲为什么能感动他们？圣贤人的教诲，他是通达人性啊。当然那些教诲他一听马上就能够启发他的本善嘛。哦，好，哦，所以这个训谕之言呢，就这些肯定赞叹来的时候啊，我们受到鼓励，但是这个意啊，就是要想一想，我有这么好吗？哦，还有多少人在付出啊，才能有这样的成果啊？哦，而且我们看一个事情做成了。是事情看起来做成了，千万不能呢，事情做完了，人心都坏了。比方说，我们办个活动，啊，大家非常忙，啊，熬夜，身心啊都很疲累，好，看起来课程办完了，但是大家的身心可能都垮掉了，这叫事情做完了。人的心都坏了，哎，那我领导者办这个事是要让大众受益啊，结果身边的人身心都一直在下滑了。那请问，我们的仁慈心只体现在对学员，并没有体现在对身边的人，那这个仁慈心真的还是假的？一真一切真啊，哎，那身边的人都顾及不到，能顾及远的人，代表我们用的这个心啊，还是有名利在里面的。是啊，哎，别人受益了呢，你看多少人一听哦，这一辈子都改变了。这个话哦，不要常讲，最好不要讲。为什么？他改变是他当场有些感悟啊，理有顿悟，事要渐修啊。哦，好，所以近处不能感动啊，未有人及远者喽。我们的仁爱心应该体现在身边的人啊，身边的人都不能得利益了，怎么可能远方的人会得利益呢？那我们假如沉醉在远方的人得利益，那我们不就自欺，接着又在欺人？而且呢，以后接触我们的人，跟我们关系不错的人，他们也学到了只爱远方的人，这个流弊就出来了。哦，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呢？啊，因为这就是我犯最大的过失。哎。哦，所以现在有跟我关系特别好的几个团队也出现这个问题，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自己的心态不对了，所造成的危害啊，太大太大了。所以起心动念不可错啊，差之毫厘啊，偏出去就失之千里了。啊，所以这个起心动念处啊，时时刻刻要用经典对照才行了。好，事情做好了，人心不能坏了。事情没做成呢，可是人心全部提升了。好，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在台湾呢，
啊，有一个白毫禅师啊，他当家的师父啊叫禅心师父啊，好像有跟大家谈过哈、哦，他跟台湾的整个监狱系统啊谈了，让这些重刑青少年犯呢、啊、到他的寺院来学习经教啊、哦，有跟大家讲过吧？哦，你看来了两台车子啊，一下车这些青少年就已经快干起来了，快打起来了。啊、哦，这个禅心师父一听到，赶紧冲到现场，啊、哦，把他的拐杖拿起来，啊，摔在地上，啊，说到我的地方啊，通通要听我的，啊、哦，结果这些青少年马上参见帮主，啊，就用他可以熟悉的语言跟他讲，啊、哦，结果呢？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啊，台湾的监察院派人呢下来视察，希望呢深入了解他所做的，然后扩大这个做法。哇，这一扩大，你看多少青少年得利益了。9月20号，监察院派人呢来深入调查，调查的非常欢喜。这个做得太好了。1999年9月20号来视察，大家想说呢，这个成果啊，能不断的在台湾再推广开来了。可是9月21号凌晨，921大地震，把这个佛寺啊，除了大殿以外啊，其他地方震垮了。大家想哦，刚好9月20号那一天去视察，这个禅心师父比较晚离开啊，因为接待的比较晚了。本来那一天要赶回高雄啊，啊，这个白毫禅师是在南投，在台湾的中部，所以因为比较晚了，就取消啊赶回高雄，当天就住在禅寺里，隔天再走。当天晚上就921大地震，哇，那个地震很厉害啊！结果禅心师父是第一个呢，跑到广场上，然后告诉大家什么都别想，什么都别拿，全部赶紧冲出来。啊，他知道大家可能会犹豫啊，要拿哪些东西拿出来。很可能就会受伤了，就会有伤亡了、哦、结果因为他是当家的方丈啊，他的话没人不听的，他一喊啊，所有的人都出来，没有任何伤亡，结果垮下来很多建筑物啊。那一天他假如提早走了，就不是这个局面了、哦、其实冥冥中啊都有他的道理啊护佑，可是经营了这么久的因缘呢、啊？哇，硬体房子垮下来了。禅心师父来到那个广场前，把大家喊出来。大家看到这个情境啊，心情都受很大的影响。哎，结果师父怎么讲？坐下来，打坐，观。沉住坏空，你看在这种因缘当中观沉住坏空可以记多久？一辈子都知道啊，无常的道理了，不要强求了，尽力就好了，不要牵挂了，不要情执，不要陷进去了，随缘尽力就好了。好、哦，房子垮下来了，事情没做成呢，每个人的心呢都对这个政治政见呢
终身不忘了。哦，大家看过商道没有？洪德柱倒了以后啊，事情没做成哦，人心怎么样？林尚沃的道义成就了，三浦的道义成就了，他身边那些人才个个都成就了，有没有？有啊。你看念念不忘啊，他那一种道义，他垮下来的时候啊，把所有的财产全部分给底下的人，他自己的妻儿没有，事情没成哦，每个人的人心都提升了。所以每一件事啊，都是因缘所生啊，最重要的目的啊，是成就每个人的灵性的提升啊，这个才是我们要的。哦，所以得关注自己的心呢，关注身边人的心，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了。好，接着呢，孔子讲呢，悦而不易，从而不改。人家肯定了，很高兴啊，而没有省思啊，我可能没那么好，我可能还有不足，没有人这么去思考。那高兴之后，可能慢慢就膨胀自己了，说好好好，你讲的很有道理，我会听。可是呢，顺从之后啊，又没有改正自己，那就变敷衍塞责了。吾莫如之何也已了。那孔子说啊，面对他这样的态度啊，那我也没有办法帮得上他了。像我们现在《弟子规》里啊，这些都是生活的细节啊。可能有人会讲了：“哎呀，人不拘小节啊，不拘小节不是讲给自己听的啦，讲给自己听哦，要找借口了，给自己台阶下了。不拘小节啊，是对人的宽恕，不跟人家计较挑毛病。”对自己来讲啊，那是一心敬慎的，时时处处恭敬谨慎才对了。好，接着呢，长者坐，命乃坐啊。等到长辈坐下来啊，叫我们坐时呢，啊，我们才可以坐下来。尊长前声要低啊，在长辈面前说话，声音不要太大声。啊，要低一点啊，这个也是时时能体察到身边人的情况啊。我们到这个大的酒店呢，啊，那个都是公共场合啊，声音都要放低呀。哦，这个都是处处替人着想啊，具体的落实。比方我们到了这个旅馆的时候是晚上12点，你脚步都要很自然的放低，包含开门的时候都尽量不要出声啊，可能会干扰到住的人。有一些旅馆呢隔音比较差，那真的都会影响的。大家有没有曾经半夜在旅馆里被人家吵起来的经验？哇，那个他们讲话好像当他们家的客厅一样，哇，很大声哦。可是我们当下有没有期许自己啊？哎，这个是菩萨表演啊，提醒我们从心以后啊，举手投足都要放轻，不要造成人家的烦恼。哦，那我们就善学了，在每一件事情当中的领悟啊，变成我们一生的态度。哦。啊，所以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但是回答的声音太低了呢，让长辈都听不清楚啊，这样又失礼了，又不合礼了。啊，所以《弟子规》里面这些经句也是要走在中道当中啊。哎，其实中道主要的就是呢，时时能体恤他人，
就慢慢就能够那个度能掌握好了。讲太小声铁定听不到了。啊，进必趋退必迟。啊，哎，长辈找我们说话办事的时候呢，快步向前，不可怠慢。啊，交代完了之后呢，我们退回来啊，啊，稍微缓慢一点。啊，这个缓慢呢，一来呢，怕长辈又突然又想到什么，啊，叫我们方便，啊，不然有时候讲讲讲，啊，讲了，好，我知道，出去了。啊，长辈突然想到，哎哎哎，来不及叫了，退得太快了。哦，这些应对当中啊，都有他的体恤在里面，柔软在里面，恭敬在里面哦。我们自己去做了以后啊，慢慢这些心态就会提起来了。啊，再来呢，你退得太快啊，那长辈会想，你是不是很不愿意听我讲话呢？哦，好像恨不得赶紧离开现场一样。哦，退必迟，啊，慢慢退啊，以示恭敬，才不失礼。问起对啊，事勿疑。哎，长辈问我们话的时候啊，我们要专心聆听。啊，眼睛啊要看着长辈啊，不可以啊东张西望，不可以眼球乱转啊，若有所思，心神不定啊，这个都不妥当了。好，那我们听长辈讲话不能够看着对方啊，有可能我们自己也没有信心。哦，或者是呢不专注，都有可能出现这个眼神啊闪烁了。再来呢，听长辈呢谈话的时候啊，也不能对长辈有成见。啊，一有什么成见呢，啊，长辈的过失放在心上了，我们这个恭敬啊就提不起来，专注啊就做不到了。好像就是呼应事情了。啊，长辈有错啊，我们亲有过，见识根就对了，但是还是一样的真诚恭敬。好，好，那我们把这一个态度啊，听长辈讲话，我们非常专注恭敬的态度，那就延伸到对一切人哦。啊，不只对长辈啊，专注去听哦。哎，面对我们同事下属跟我们谈话，我们还是要对他恭敬哦，要倾听哦，不能不耐烦哦。哦，不能他讲两句的，我们声音很大就把他压下去了，把他的话给截断了，不让他讲了。哦，人与人相处啊，尤其在传统文化的团队里面呢，它不是靠利益关系的啊。在世间啊，老板再怎么凶啊，啊，这个下属觉得啊，反正领你的薪水，忍着也是忍着吧。哦，所以他那个尊敬是尊敬 money 啊，不是尊敬我们的态度哦。哦，但传统文化它是道义之交啊，它不是为这个金钱而来啊。哦，你恭敬他，他觉得是知遇之恩啊，是吧？成本不一，躬耕于南阳啊，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问答于诸侯啊。先帝不以臣卑鄙，你看刘备，他以贵族之躯啊，啊，三顾茅庐，啊，委自枉屈啊，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对他非常的恭敬啊，还请教他当时候的局势，
哦，向他请教啊，像学生一样恭敬他，所以感通啊，这尊贤重要啊。贤者他不可能是用利益啊产生共鸣的，一定是用尊重产生共鸣的。哦，所以孔明二十多年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哦，所以我们在这个传统文化团队，对上司、对下属，都是要靠真诚、恭敬、感通啊。哦，好，所以请听啊，尊重啊，耐性啊，将心比心呢、啊，啊，这个就很重要了。哎，我们讲话的时候也希望人家专注听呢、啊。那同样的，我们听每一个人谈话，也恭敬聆听了。哎，接着呢，视诸父如视父，对待叔叔、伯伯、阿姨、婶婶这些长辈啊，哎，要如同啊对待自己的父母亲一样，啊，恭敬、孝敬，啊，这个是在对一切人呢，哎，提升我们的真诚平等的心了。哦，视诸兄如视兄啊，对待啊堂哥堂姐啊、表兄表姐啊，这平辈的兄长啊姐姐们呢，就要像对待自己的哥哥姐姐一样恭敬友爱啊。当然，这两句啊再延伸开来呢，那面对跟我们像父母一样年龄的长者啊，都要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的恭敬啊。面对跟我们的兄弟姐妹一样年龄的人，那也要对他们有爱了。哦，而且啊，实在是呢，这一份同理的心啊，广结善缘。而人的每一个态度啊，它就是一个因，它就是一个种子，它会赶来一个结果。其实人老了为什么会得到年轻人的尊重，一定跟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恭敬老人有关系。这个因因果果啊，丝毫不爽啊。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其实深信因果、啊、不容易的。啊，每一个态度都有因果。啊，在佛陀那个时代啊，有一个比丘啊，去跟一个老太太啊，要去跟她讲经说法，希望帮助她转迷为悟啊。哎，利益她的心啊，被用扫把轰出来了。结果后来他一个师兄弟、啊、也去这个老太太那里啊，被那个老太太奉为上宾了、啊。好，诸位学长，假如你是第一个人呢、啊，你的心情如何？我也是为他好啊，怎么差这么多？哎，诸位学长，上个礼拜六讲了一句闽南话，你们有没有还有印象？叫“大小还差这么大小差这么多啦，不平等待遇啦。啊，我刚刚讲这句闽南话的用意呢，是这个闽南话里面啊、哦，都把意境表达出来了。你纵使听不懂哎，也嗅到一些味道了，有没有？大细汉差这嘴，有没有感觉到？啊，我再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啊、哦，因为这个几千年的语言其实是很美的，很有深度的。比方说小学跟大学，你念起来，假如你不懂华文，你能判断哪一句是小学跟大学吗？可是闽南话你就可以判断哪个是小学跟大学。大学怎么念呢？大学，大学呀、啊。小学怎么念呢？小学啊，
有意思啊、哦、好，就这样啊。你看那语气里面都把那个意思啊表现出来了。啊，它有音调啊，它还有入声字啊，那个都很美妙的。哎，哦，你包含尴尬，尴尬大家知道啊，尴尬，你感觉到尴尬没有？闽南话怎么念呢？矮幼，你们感觉到尴尬没有？你说光念那个感觉，你就知道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了。哦，好。哦，所以我们的母语啊，它包含那些俚语啊，都有很深的人生哲理的。好，哎，我怎么讲这儿来了？所以这个啊，四诸父啊，我们就在延伸开来，都是有因果的。你的每个态度都有因果。第一个比丘啊，难过了，啊，就去找佛陀了。明明我都想利益他，为什么差待遇差这么多？佛陀就告诉他，在过去生中啊，你跟这个师兄弟啊，两个人走在路上，突然看到地上有一只死老鼠，结果你呢，第一个念头啊，哎呀，怎么这么脏啊，还吐了一个口水，生怕它这个细菌影响你。而你的师兄弟看到了呢，生怜悯心呢，就去把它埋葬起来，入土为安。啊，所以这一念心呢，在这一世呢，你们又遇上了。啊，那个老太太啊，就是当时候的那只死老鼠。所以你起个念头嫌弃他呢，算上利息啊，变成扫把把你轰出来了。哦，他这个埋葬的慈悲心呢，算上利息啊，变成奉为上宾呢，请他喝好茶。哦，再来哦，喝茶不是重点哦，重点在哪？成就了那个人闻正法的因缘呢、啊，广结善缘，不是要去求人家回报啦，是要让这个善缘变成成就他的法缘呢。哦，所以师长那时候讲呢，李扁人老师都教他们，哎，人家来听经来发糖果啊，说没钱没买花生米啊，都是结缘啦、啊。哦，以后你讲经的时候，他们都来听啊，就结这个法缘呢、啊。啊，那一天看这个纪晓岚先生呢、啊，啊，他的风范呢、啊、不简单，他是啊汇集四库会要的负责人，啊四库全书的负责人，他把我们5000年来宝贵的经典全部汇集起来，他自己啊表演述而不作了。老祖宗啊，世间好话圣贤老祖宗说尽了，他把它汇集起来传给后世啊。哎，但是他自己有写留下来的东西啊，都是他这一生亲身所见所闻，特别启发人的，他把它记下来。我们看这些留名青史的人，他们真的是无时不刻都在想着人民。好，我们看陈洪谋先生，他真的是公务繁忙啊，可是他又编出了5种仪规，那要发多少精神呢、啊？我们都觉得不可能的任务啊，在他们身上都做出来了。其实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心啊，有心的事不可能都变可能，没有心的话，可能的事最后都做不成了。这个纪晓岚先生他的因果故事啊，都非常精彩。
其中啊，他就提到呢，在献县这个地方啊，奉献的县呢，有一个警察，当时候叫捕快啊，叫樊长，他刚好去捕一个强盗啊，这个强盗逃走了，从他们家逃走了，他跟同事啊，就把这个强盗的太太啊拘留，想说这么拘留啊，让这个强盗自己出来投案。结果当天晚上啊，他这个朋友啊就起了邪念，就去戏弄啊那个女子。结果在戏弄呢，就是已经快要得逞的时候啊，这个樊长走过来了，就呵斥他：“你再这样，我就告官。”啊，就审你的罪。他那个同事就吓到了，不敢乱来了。当时候呢是晚上啊，7点到9点之间哦。他呵斥了那个同事，那个女子啊就免于灾祸了。结果同一天半夜12点左右，他的长女啊，嫁给农人，在农村里面呢，就在当天晚上遇到强盗，半夜遇到强盗，结果两个强盗呢进去了，一个强盗啊就眼睁睁的就要非礼他的大女儿，就千钧一发了，另外那个盗贼呵斥那个盗贼，所以就没有被侮辱啊。结果隔天他女儿把这个情况告诉他父亲了，他父亲仰天长叹，你说这个因果丝毫不爽啊。哦，所以见色而起淫心者，报在妻女。那古人对这些因果的真相看得多透彻啊，人真明因果了，就知道一个念头都会给自己惹灾啊，给子孙酿灾啊，他就不敢有邪念啊，不敢有不好的一言一行了。哦，好，哦，所以其实这个每一句教诲啊，它就是一个因啊，也会赶来后面的果啊。讲直接的，每一句都成为我们的家道了，那结果就是你代代都有好儿孙了。好，我们再看呢这个警的部分啊，谨言慎行，谨慎呢是成就自己道业的关键，也是成就自己的家道关键啊，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呢，啊，立名于一身呢，失之之顷刻之间，你一身清白啊，最后没守住道德啊，那就晚节不保了。啊，好，那怎么以谨慎的态度啊来处事待人来生活呢？啊，这个谨第一句啊就讲到了。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啊，惜此时。这个早起啊，确实很重要。人早起啊，他就不会啊，懒散怠惰。啊，佛门讲的财色名食睡啊，地狱五条根呢、啊。人一贪睡啊，就会懒。一懒呢、啊，很多习气就出来了，所以百种弊病皆从懒生出来了。大家注意看哦，现在的孩子哦，都熬夜哦，就睡到隔天中午啊，有没有？那他有哪些毛病都出来了？他很懒散呢、啊，谁对他
好啊，他都觉得应该的，好像变成家里人都得伺候他了。哦，所以一懒了就不感恩，一懒了人就不积极，而且啊邪念很多，人一勤奋了就没时间打妄想啊，所以保暖思淫欲啊，他这个生活呢都很强调享受啊，都睡眠都睡得很长啊，他那个念头里面呢都不好的。哎，好，所以古人呢对这些生活态度啊看得都很深远啊，所以早上要早一点起床啊，把握时间呢、啊、及时努力啊，把每一天呢、啊、当作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天用啊。好啊，诸位学长，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呢、啊、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事儿吗？啊，你还有什么想见的人吗？啊，哎，你要随时勘验自己，可不可以随时放下，了无挂碍。啊，即相离相啊，你当下在就在这个境界里面，但是你对这个境界没有挂碍，没有烦恼，没有染着，随时可以放下。哦，好。啊，这个早起了，珍惜光阴啊，一寸光阴啊，一寸金。恭喜大家啊，40天左右都做到早起早，是吧？哦，40天做到了。往后40年要保持哦，那就不退了哦，甚至于可以越睡越少、啊、睡眠呢是恢复体力，体力损失的越少，你睡眠呢就不需要那么多了哦，哦，所以睡眠减少啊，那也是自然而然的啊，人的能量啊都是耗在念头，妄念太多，烦恼太多了啊！妄念越少，这个睡眠的需要啊，就慢慢就减短。哦，这个夜眠尺啊，主要是古人呢、啊，他很珍惜光阴，但是也不是说呢，是熬夜伤身，不是这样。伤身的那就有亏孝道了啊！啊，这个夜眠尺啊，应该是都是照顾完父母、服侍完父母啊，睡下了啊，自己再去睡啊，这也是为人子的啊的指道了啊。好。老易至啊，我们年纪啊很快啊就大了，就老了啊，所以啊惜此时要珍惜现在的光阴啊，何不于强健时啊努力修善，愈合待乎，所以用功要趁早啊啊，之前也跟大家有提到啊，静中十分呢、啊、动中才一分呢啊，动中十分呢，梦中病中可能才一分啊，梦中病中十分呢，临终才一分呢、啊、哦，所以得要趁呢、啊、身体还好没生病的时候啊，赶紧用功精进不懈啊，晨闭罐兼漱口啊，便尿回则净手啊，早晨起床啊，一定刷牙洗脸漱口啊，整洁为强身之本，人爱干净啊身体才会健康，
不爱干净啊，这些病毒灰尘呢、啊、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了。而且呢，自爱就是爱人啊，自敬啊就是敬人。我们尊敬环境，尊敬我们的身体，同时也是尊敬别人。啊、哦，我们自己这个不成闭关坚漱口啊，这个就很脏了、啊。啊，人家跟我们一接触一讲话，就让人家很痛苦了。哦，那就不尊重人了、啊。啊、哦。便尿回啊，则净手啊，大小便后啊，一定洗手啊，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其实对人的尊重啊，都是表现在这些细微之处啊，包含对经典的尊重。经典呢，是佛母啊，所有的佛都是因为深入经典呢，他才成就道业的。所以经典就像诸佛的母亲一样的啊，所以手不干净的时候不可以拿经书了，要赶紧洗干净了才可以啊拿经书啊。所以很多人习惯开经以前呢啊用肥皂洗手啊都有，这都体现了他的恭敬心啊，包含。啊，那比方下了班回来，啊，家里有小孩，啊，才几个月大，啊，你一回来看到小孩很可爱，来来来，抱一下，啊，结果家人说先去把手洗干净，再抱，啊，你从外面回来，刚刚碰哪些东西都不知道了，哎，所以有时候人一高兴啊，绝招就没有了。哎，所以等于是做任何事情啊，都是非常慎重啊，一丝不苟啊，包含冠必正，纽必结啊，戴帽子的时候啊，戴得端正啊，穿衣服的时候啊，扣子要扣好啊，这个也是自重重人呢 啊，古圣先贤。处事啊，主敬存诚，时时都是啊真诚恭敬的心，虚于不离。而且这些细节啊，不注意啊，人家很难信任我们。哎，现在这个社会风气啊，不相信真有德行很好的人。所以，假如我们这些生活习惯又不好啊，那就很难让人家。信任我们啊，进而对圣教啊产生信心了啊，所以为了让人信圣教呢，这些生活细节要注意啊。我记得啊，我在海口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师啊，学习很认真呢、啊。他说到呢，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面呢，海口天气比较热，我是穿衬衫。长袖衬衫呢、啊，然后这一个扣子啊，都是扣着的啊，所以他说呢，后来他愿意来参与课程呢、啊，就是因为看到我第一个扣子有扣起来。好，诸位学长，是热比较重要，还是让人家来听课比较重要？啊，这就是抉择了。你把谁摆在第一位？哦，所以只要能让大众起信心、能受益的，那我们尽心尽力去做好，啊、哦，就对了。好，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先啊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